第36题，呈第35题的题组，茶壶所受的合力及当时的瞬时速度方向以箭号表示，则下列哪一个图最正确？我们知道我们的圆周运动的瞬时速度的方向是切线方向，而且要顺着旋转方向切，所以呢 A 的是切线，但是它的跟旋转方向相反，所以 A 是不对的。那么我们的珠也是不对的，因为它不是切线方向，所以呢答案一定是 B 跟 C 的其中之一。同时呢，我们所受的力就所谓的向心力，向心力呢会横指向圆心，所以呢 C 没有指向圆心是错的，只有 B 呢指向圆心是对的。所以呢第36题问我们说，茶壶所受的合力及当时的瞬时速度方向以箭号表示，下列哪个图最正确？我们答案呢要选的是 B 图最正确，力要指向圆心，速度呢是切线方向。